非常区钻石。我在十二挖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啊。那就好。你欢喜就好，欢喜就好，欢喜，欢喜他就会来。哦，你母欢喜，他就母来了。母来，是不是不会讲台语？我会晓，我台语吓吓叫。哈，有黄金，哇！哇，铁钱还蛮多的，很多啊！然后在那边看到一堆，通通烧起来，烧起来！我们可惜就是钻石啊，呆们，好像都要有内心的恐惧症了，随时都觉得好像会有怪啊，好可怕！米菲，你小心哦。好哦。你身上西瓜都还在吧？护身符吗？对对对。啊！遇到大量怪物的时候，可以舍弃护身符吗？不行不行，妹妹，来，我看一下任务哦。铁巨人，其实我们可以打铁巨人。嗯。我们铁哇，铁巨人一二三四四个。四个铁巨人吗？不是啊，是铁四个铁砖，九十八二七三六，哇！巨人杀手瞬间就太强了吧？等多久？对啊，他们就在等这一刻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打蜘蛛了。蜘蛛可能要去地表，蜘蛛。嗯，阿比，你鞋满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地表吗？好，那看看哦。副产的话是南瓜派，南瓜派 是有机会。南瓜派要牛奶吗？阿比，你先赶快过来哦。我在走路，好，有点迷路了。没事，我只是跟你讲一下。我来啦！南瓜派，那你先走，我跟在你后面。等我一下，我先放要烧的东西。哦，糖跟鸡蛋啊，我们没鸡蛋。啊，我刚唯一的一颗丢掉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主要现在是以困难的。啊，我有丢一个铁铲哦，你要拿。我们等一下要拿铁铲去拍打蜘蛛。欸，我这边有听到蜘蛛声呢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对，一定要铁铲揍他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建议的方式就是用 1.8， 因为 1.8 伤害就比较低。只是伤害比较低。对啊，因为 1.8 你快挥啊，快挥就没什么伤害。哼，所以我们要拿铁铲揍他。你刚刚那里有听到蜘蛛声音吗？有欸。你那里挖一下好不好？看看有没有办法找到。因为我觉得地表现在晚上还是比较关键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对，对，应该在这里左边附近，可能偏下或偏上都有可能。糟糕，包在哪里嘞？哦，前面有那个粒子效果。粒子效果，你小心，你后退。哎，你后退，它是有可能是隐形的。没有，它不是，它不是，它在底下。好，我打，哦，他钻得过来，还钻得过来，哎，火，小心哦，他是火蜘蛛，你阿比你1.8打，后面好像还有哎，你打死了是不是？好，你阿比你后退，前面还是废矿哎，对啊，好热闹哦，你左边吧，你左边应该也有，有。等一下，先退回去，阿比，这样太急了，退回去。啊！没事。他往上。还有一个蜘蛛。哦，那个蜈蚣不要打死哦，那蜈蚣别打，举盾就好。我这我来打，你好好，
这个窟窿呢叫做隐弓手，治疗，它是隐形的，对，它射的是治疗箭矢。嗯，对。先举的，对，我想要被他射，他帮我治疗。哎，阿斌，你有更多的方块吗？给我。鹅卵石，给个一组耶。他位置是不是很奇葩？哎、欸，我被真的窟窿射到了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上面有那个真正的，可是他跟假的在一起了，他们是不是会打架、啊？对，所以我要去帮假的。那、你后面还有？哇，他好像死了，你攻手死了。等一下，这里有点危险。我想一下哦。阿米，我觉得这里我来就好了，你还是回去挖。因为这里有点危险、啊、对，而且他都可以看到了，或者是你可以去地表看一下有没有更多的蜘蛛啦，只是叫他小心一点、哦、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样最好啊。哎，感觉会遇到除了蜘蛛以外的所有东西呢。这边一定多少扣一点血是可以的，还是你也来这个洞窟来探索？可以啊，那我下来咯。好啊，我知道，你也来探索啊，主要就是看怪，看到蜘蛛就退，我来打没关系。好，对啊，我们没有要打洞穴蜘蛛哦，洞穴蜘蛛不是，要打一般蜘蛛。好的，会发火的那种吗？没有，只要是蜘蛛都是，就是洞穴蜘蛛是小毒啾啾嘛，毒啾啾比较。我觉得这里应该几乎都是吧。你在哪里？我在底下，可是我已经没有听到蜘蛛声了。比较觉得走一走会突然看到洞穴蜘蛛。我在想，会不会这里也没了？有人被烧死了！哇，好像没了，还是要去地表比较好。我现在左右为难。对啊，好像没有。阿比，你还知道回去的路吗？嗯，我们等一下再来探索废矿好了。好，先去地表好了，因为这边都没有再听到了。对啊，可能再出来的都是毒啾啾了吧？是没有啦，毒啾啾一定是生怪砖。真的、啊？对。来，那我们一起去地表，然后去找。嗯。啊，米菲，钻石，加油！有，我现在很努力的在找。可以的。长臂。在哪里啊？哦，来了。山坡上。对啊，遇到一般怪物就不用管多跑。我这边有啾啾。我看到啾啾，揍他扁他。记得要那个1.8快挥。等一下，小心后面僵尸。我来，这剩下我来，你先退走远一点。所以我们就是绕，一般的就是绕，也不用跟他打。哎呀，等一下，他你后面有窟窿，他下去了，窟窿下去找你了。浪费我血量。哦，有跑很快的，你可以多举盾，多举要就要盾哦。他没有同类伤害，我可以帮你。好，还是就是要找蜘蛛交给我打，对。啊，我刚忘了带船，小心哦，后面有一只小僵尸，我先打掉了。找蜘蛛，现在关键找蜘蛛。我又找到一只，54%。好缓慢哦，这个。那你蜘蛛之旅，稍微绕旁边看看有没有其他蜘蛛。哇，这里。你那边有点热闹哦。对。还有小江去找你了。要打过去。还有只哦，我看到你说的那只蜘蛛了。对。有吧？引诱到安全的。后面远方有僵尸在追你哦，你自己小心哦。
其实有点看不太到。哎，他追我的，追我的，追我的！哎呦，被咬到了！这种到底要不要？张迪到底要不要打？你先都不要打，我怕你扩散打到。好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阿炳，你切空空，哎啊，完了，完蛋了，好多举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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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发电了，快发电了。对对对，好多只啊！举灯，举，叫叫，一二三四，洞窟在这附近。阿比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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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好，直接，直接下去，直接下去，直接下去了。嗯，米菲也又在打蜘蛛哦。啊，没有啊。哦，那是我们的，那是我们的。哇，另一边还有一个，可惜我们上去前忘了睡觉啦。现在还是晚上，下面有床，我们可以先睡一下。只是还是没有用。哎，那，阿比，你在那？洞窟，我们打洞窟好了，该打洞窟。你说刚刚的那个废矿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废矿废矿，就是探索吗？嗯，毕竟地表也要白天了，然后又有那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亮度零会获得失明。哎，已经白天了，不能睡了，难过。他比较听到这么重，你可以吧？巨咬盾就可以，听到蜘蛛声就讲哦。好好好吧。哇，这个事件好讨厌啊，还不能太暗。我就是要暗暗找怪啊。枯宫，米菲那里都没有蜘蛛哦。没有哎、欸，想要的时候他都不来。对啊，有蜘蛛的话，就拿那个铲子去拍打他。哎、欸，我听到蜘蛛咻咻声。张比在哪里啊？不是很想过去哎、欸。这肯定是毒啾啾的、啊。我看到，哎、欸，有蜘蛛声，可是这在哪里？你该不会也是找到毒啾啾去？我看到你的，那是你的名条在附近。对对对对对，那边毒啾啾。哦，哎，嗯，那个是毒啾啾哦。因为我看到了一堆蜘蛛网，看到了，哦、怎么了？有苦力怕，我要让他抱哦。好好好。咦、欸，你怎么不抱了？Hello， 哇，嗯，我被枯弓射到了。没事啊，没有扣很多。这边好危险哦！你小心就好，你小心就好。对啊，这击退超远的，刚中那支箭，整个人飞超远的。对啊，有啾啾声，可是不知道它是什么啾啾。就走过去看看，在哪里？哦呦，这你也行？哎，这样堵，哦，还有过不来了吧？我这里有箱子，希望我可以。看到diamond，只有看到金苹果，也不错啦，至少金苹果。打掉。哇！可是没有啾啾怎么办？我进洗者。我还遇到小鸡骑士啊！我的妈呀，那很可爱耶！但是他是进袭者啊，拿斧头的，走很快，吓死我！我刚才被那个打到啊，超凶的。在哪里？完了，米菲，我们是